大家好，那今天来抽这个日日剑魂转单，那基本上我就已经打满那个50抽，那今天主要其实就是就看有没有抽到限定角色吧，因为他基本上50抽5次机会的，50抽有2次机会吧，31抽以后他会有机会出现限定角色，而且他那个属性技或者其他角色都没有限制下去。那现在今天就来开抽一下这个日剑魂转单，对。那我首先第一台是我的本尊，第一台我的本尊按下去吧，就只能转50次。第一个是前面那30抽应该都没有特效吧？对啊，他31抽以后才有限定角色，所以他就算有特效都是30抽以后才给你。第一个十连抽，哎，有爆弹，有爆弹，哎，我的账号很小，爆弹，这个是汉尼吧？好吧。哎呀，汉尼拔！哎呀，真的，一分间魂，一分收获，好吧。第11抽，他是这样直接按下去，好，第11抽，第11连抽开始就要看那个他会丢什么角色。那我首先已经补到一个东汉尼拔，然后这个是木厨师，然后喂，是啊，那个加拉尔，哇，好。哎呀，重重复，然后第21到30抽，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是最后那20抽了，对，最后那20抽比较重要。这边就看一下，就结果就没有爆弹，汉尼拔以后就没有爆弹，然后这个10抽，80，这个10连抽，哇，哭啊！那这边开始有限定角色，对。这边开始会有限定角色，来吧。哎、欸，有特效，有机会了。喂，他这个原来都有龙头特效，有机会了。哎、欸，好吧，平常心，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去抽这个转蛋。然后这个，哎、欸，有爆弹？不是吧？我没有的限定角色。哇，阿波罗 X， 我无语到家。给我阿波罗 X， 也算是我没有的限定角色吧，也该感恩了，感恩的心，真的，他、也算是啊，最后十抽，应该也是这样，反正我觉得他这个补个洞的性质也是比较大，就是本来也就拿来补个洞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最后的十连抽还能抢救一下吗？哎，有爆弹，那就一颗爆一下。哎，这个算是我没有的小洞吧？对，算是我没有的小洞。好吧，那我本尊就大概抽到这样。我本尊一直限定角色，然后我没有的阿波罗 X， 然后洞的话补了2个。他这个50抽的分量的话，对我本尊而言也是抽的挺不错的。好吧，然后基本上切到第二台账号，那我第二台账号就是我的这个小号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去抽一个那个日间魂转蛋，那基本上这边去按个50抽吧，然后按确定。今天总觉得还是抽个小号会比较好。以往都是先抽模拟器的账号，就切换一下吧。我觉得因为哇，第一个黑拉，他这个是有没有 X 的黑拉？哎，这个是刚刚出完的信息，众神炎烛，我好像台版刚好没有。哎，这个是紫女神。这个黑拉不是限定角吧？对啊，黑拉不是限定角，所以他对啊，他前面那十几抽不会出限定角，所以他那个黑拉不是限定角，对啊，黑拉不是限定角。然后基本上我看一下，补到3只，但是3只同一个账号都有，哎，有爆弹，有机会。哎，小追奥，史德莱克小追奥。哇，他这一次我觉得补洞的性质会比较大，就让你五十抽的分量，
去让你去拼一个限定角色，然后去补几个洞。除非我真的觉得五十抽都会爆死的分量真的很低，真的我觉得五十抽如果都爆死的话，就真的非洲人。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对。但是我目前两只账号抽到第二只都是看这个十抽爆死，都是比较好的结果。然后这边应该第31抽没有特效，没有特效，那这边就应该按多两次就应该完蛋了。看吧，哇哦，停一下吧，哎呀，哭，哎，中了一只，但是也是蛮猖狂的。最后一个试验呢？最后一个试验，真的最后一个试验也是蛮猖狂的。那个是那个叫什么？速斩灵砖，对。我真的已经很久，我用国语也是第一次在念他的名字。哎 ，Opaque，Pickle， 对 ，Opaque， 然后哇，哭啊，真的哭啊！他这一个除了小 JL 以后，除了小 JL 跟那个中成年猪以外，基本上都没有补到洞。好吧，那等我一下，我先切到这个模拟器的账号。模拟器的账号就先抽我弟的账号好了。我弟的账号。好了，这边切到模拟器的账号，这个是我弟的账号。49抽应该 OK 了吧，就差一抽吧，反正多他一个不多，小他一个不小。好了，按了，直接按下去，反正我弟的账号投一个十连抽，投一个十连抽。抽下去看一看，然后基本上就是还是看运气的时间到了。希望这一只是我弟的账号也可以补到洞，那就应该不少。那就是哥伦布，哭啊，哥伦布！我那个苦相提打得多苦，就是因为我弟的账号没有哥伦布，结果在这边弄出来给我，哎，真的。真的，哎，真的哭啊，真的哭啊！哎，我真的，因为我那个就只有我的本尊跟小号有个人补，然后我本尊没有开到两个文章里的位置，所以我就有一只个人补，就是没有把配置推得太高，然后我就有时候会输的就是那个该死的位置，结果我集运了以后，因为我是昨天的那个换回集运的。对啊，结果我集运了以后马上给我抽到凤城兽集。对，这边就题外话一下，然后这边第三十抽就抽完，这边基本上要看有没有限定角色，后面那20抽又看有没有限定角色。哇哦，但是他这个爆单率爆死，恭喜爆死，平常心，我觉得这次要抽的真的要靠这个平常心来去自食，好了，然后第41抽啊，这个十抽开始有限定角，这个十抽开始有限定角色，然后看有没有爆单。哎，黑拉哭啊，有黑拉不是限定角啦，他是那个黑拉那个黑拉不是限定角吧？黑拉 X 才是限定角吧？对啊，他在假装限定角。哎呀，好无语哦，好吧，那这个口令的赛过的，的赛，最后，然后基本上就，他这个就只有九抽也是会给你按出来的，不用按难抽。诸葛亮，诸葛亮，七棒棒，好，元旦。我弟的账号没有限定角，他真的，他不是每他讲真，他不是每一只账号都有限定角。啊，我目前实测他啊，他虽说会有限定角放在里面，但是不是每一只都会有。好吧，那基本上最后一只账号就一只账号，稍等我一下。好，最后一只账号，我的这个小小号，这个就50抽都有抽起，然后看运气吧，都抽到这里，抽到这里，其实除了看运气，也不知道讲什么好。基本上就补到一个洞就当赢了，对，补到洞啊，不要啊，我不求限定角色，
不到动荡而已，因为有开哦，有开，才刚讲完。蒙大拿，这个蒙大拿，我好难念他这个名字，他好难念这个名字，蒙大拿。哇，他这个已经死不了，死不出说神话的角色。啊，不，第二十抽啊，给我这边补到一个洞，这边给我补到一个洞，补到蒙大拿。啊，第二十抽有什么角色的？不要暴死音，你帮到库林，然后寇布大师两只都有啦，寇布大师跟库林都有。三十抽，他这边还是没有特效，然后基本上，我暴死吧，哈哈哈！哎呀，酷啊，暴死！啊，好吧。那这边又到这个有限定角色的回合了，看运气吧。到有限定角色的回合的话，这边没有特效。那我觉得这三十一抽以后，第一颗的爆弹，好惊讶！哇，小总统，一个在等受神化改的角色，我觉得他那个好像真的有特效哦。真的三十一抽以后没有特效，基本上不要再看那个限定角色，不要再想限定角色。哎，蒙大拿，哎呀，不要想这么多，还真的是。然后又有一只蒙大拿，不是吧？哭啊！哎，算了。那这边就应该最后一个十抽，这个有最后的波纹吗？我很常我的节目效果都是海底捞。那就看有没有这触发到这个 flash 吧。然后这边，哇，有哦！难道真的海底捞月吗？阿萨托斯补刀洞，也不差啦。阿萨托斯的话，所以说有点，还有，哇，死腹别咧，真的到最后还是真的海底捞月，真的海底捞月。好吧，那既然补到两只限定角色，我也没什么话好讲的。补到就从我四只账号里面，可以四只账号加在一起补到两只我没有的限定角色，这个就是账号的威力。对，好了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留言跟那个留言分享你的转单结果，然后可以帮我按个赞，跟如果是新来的观众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赞跟按个订阅。那频道会持续更新，然后会不定后面会偶尔会有不定期的直播，跟那个每天尽量每天尽量一更的影片。对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了，好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好，拜拜。